欢迎收听科幻小说《吞噬星空》第六篇第41章《魔云威力》。三子，雷神咽了咽喉咙，盯着穿着魔云战衣的罗峰，这魔云腾现在多强啊！红也是盯着罗峰身上的魔云战衣，显然刚才魔云腾收缩时的强大气息完全镇住了他们。我也不太清楚，罗峰笑。魔云，罗峰心意一动，顿时一株只有两米高的魔云藤从罗峰的体表浮现而出，落在旁边的地面上。巴巴塔，测试一下魔云的实力。罗峰一捻，联系巴巴塔。魔云藤作为一种很特殊的植物生命，想测试它的实力是很难的。一般测试人类实力，靠辅助光脑、智能光脑都能够轻易测试。测试凶兽、星空巨兽都比较容易，人类兽类都属于血肉类生物，而植物类生物不像人类有微型的星球，所以测试起来很难。特别像魔云藤，一旦附体融入皮肤当中，像之前别人观看罗峰测试罗峰实力，只是查探出罗峰本人的实力，却没有人测试出魔云藤的实力，就是因为魔云藤这种特殊生命结构造成的。想测试魔云藤，必须让魔云藤离体独立存在，且让魔云藤主动释放气息才能测试。啊，真不错呀，巴巴塔惊叹。多少？罗峰心中连追问。魔云藤级别是宇宙级二阶，巴巴塔说道。魔云藤是很强悍的生物，同级同阶，人类 99.99% 不是魔云藤的对手。像你这魔云藤培育的好，达到宇宙级时，它进化出72根主藤蔓，每一根主藤蔓都如宇宙级二级人类的武者相当。72根藤蔓联手，加上它惊人的细胞活性，斩掉一段又能长出一段，宇宙级三界人类都不是对手啊。宇宙级二界的魔云藤比同级同界的金角巨兽要弱一些，而金角巨兽在恒星级七界的时候就能轻松的杀死恒星级九界人类，魔云藤凭借细胞活性72根藤蔓和宇宙级四界人类或许也能纠缠一番。片刻后，罗峰他们招出那艘宇宙飞船，将宇宙飞船停在这连绵山脉中的其中一个湖泊的湖底。宇宙飞船控制室内，穿着合金战衣的罗峰、红、雷神都站在控制室台前，看着前方出现的虚拟屏幕。奥古则在舱室内休养。最大范围探测界中界，罗峰下令。是主人，飞船智能恭敬道。这艘飞船属于备用飞船，巴巴塔并没有改造这飞船，所以这飞船的智能还是商家制造飞船时自带的智能光脑。嘟，前方屏幕上顿时出现了巨大的界中界场景。罗峰啊，这飞船探测范围有多大？雷神问道。以飞船为中心，10万公里。罗峰笑道。探测范围挺广的嘛，红点头。宇宙飞船都是自带探测系统，如一艘宇宙冒险飞船抵达某颗星球，当然可以在短时间内扫描探测整个星球的大概情况。不过这种探测非常的粗略，只是探测大概的人口，有没有极为惊人的能量反应等等。至于星球的矿物、居住人口的实力等等，就探测不到。这种探测范围，而巴巴塔的探测虽然仅仅20公里的范围，可是一旦在他的探测下，一颗星球的矿物构成、人类实力、战衣级别、合金是由哪些材料构成、人类的脑域扩度等等都能探测出，可是探测之细致。主人，探测范围内有32,169名人类，飞船智能禀报道。32,169名，罗峰眼睛一亮。分成几支队伍？一支队伍16,300人，一支队伍整整10,000人，一支队伍5,862人，还有一支队伍7人。飞船智能恭敬道。同时，虚拟屏幕上迅速分割成4个画面，4个画面都记录着4支队伍，其中的7人小队正在被追杀，
而被最大的有16300名冒险者的大队麾下的7个3个分队围杀。完了，这个7人小队逃不掉了。雷神一瞪眼，是逃不掉了，他们已经被围住了。红说道。罗峰暗自低叹，再者界中界毒，如自己这种小队生存的确很困难。第一目标就是这16300人的大队伍吧，罗峰说道。哦，雷神惊讶地看起来。你有把握？红也疑惑地问道。嗯，罗峰点头。苍茫的大草原上，一个7人小队正在被几支冒险分队给重重包围。我们投降，我们投降，别杀我们，我们有雷霆石，我们愿意献出雷霆石。7人小队大声地喊着，他们的脸上都有着惊恐之色，因为远处的4面8方都有3支队伍，每支队伍都上千人，3000人一旦形成包围，他们7个人怎么逃？哈哈哈哈，投降？我们为什么接受你们投降？3支队伍刚才还在远处，可转瞬间就已经冲过数十公里，将这7人小队给逼在中央。3支队伍的3000人都耻笑看着这7人小队，因为有着十足的把握，所以这3000人反而没急着杀死这7人小队。哈哈，杀了你们不一样得到你们的雷霆石吗？一名脸上有着黑色斑纹的壮汉哈哈大笑道，被围着7人脸色瞬间惨白。你们不是招募我们吗？7人小队的队长，一名耀眼金发英俊男子，连忙大声的喊道：你们之前说过，只要我们愿意加入你们，帮你们夺取雷霆石，你们就可以以你们组织的名誉，承诺保证我们的安全。哈哈，傻了吧？那是在联军总部，联军总部禁止杀戮，所以我们会招募你们。而在界中界其他地方直接将你们击杀，你们的东西就全部是我们的，包括那些宇宙晶。可怜的家伙，你们太贪心了。3000人围着7人小队，7人小队完全崩溃了。队长，其他6人看着那金发英俊的男子，金发英俊男子痛苦的摇头，而后连忙的摇头道：我求求你们，我们将宇宙晶、雷霆石都给你们，饶过我们一命。还做梦呢？真傻！哈哈哈哈哈！可怜的家伙。3支1000人队伍嘻嘻哈哈。别玩了，杀死他们！一名光头脸上满是鱼鳞的男子喝道：是！在那7人小队绝望的眼神中，仿佛箭雨一般射来的大量念力兵器瞬间将他们7个人射成了筛子。而后远处围绕着7具尸体的3支队伍中，有一名队员迅速的飞过来，将这7具尸体身上的财物全部弄走。队长，队员将空间戒指献给那光头鱼鳞壮汉。嗯，光头鱼鳞壮汉点点头，返回。浩浩荡荡的队伍中，光头鱼鳞壮汉则是准备查探空间戒指中有什么财物。忽然快如闪电，一根根细的藤蔓瞬间破土而出，一下子就将光头鱼鳞壮汉的双脚给重重的缠绕，并且猛地朝地底一拽，扑通，地面上顿时出现一个窟窿，而光头鱼鳞壮汉则是消失不见。旁边的2名副队长还满脸笑容，悠闲的很，可是他们的眼角余光发现旁边有什么动静，一转头，原本站在他们旁边的队长竟然消失不见了，地面上则是出现一个窟窿。窟窿？2名副队长瞪大眼睛看着这窟窿。队长，怎么回事？队长呢？2名副队长还有周围一些队员都震惊了，竟然在他们眼皮底下将人给弄走了。队长在下面，没有生命气息，死了。一名精神念师队员连喊道：就在地底12米的深度。顿时立即有一群恒星级9界冒险者钻入地底，很快就找到了那位队长的尸体，并且将队长的尸体给搬到地面上来。这老天哪！2名副队长和周围一群队员都震惊地看着他们队长的尸体。队长的脑袋已经爆裂，死得不能再死，最让人震惊的是他们队长的手指竟然断掉一根，那刚好是戴着空间戒指的手指。
赶紧通知大队长，队长被杀，空军舰都被夺。而在地底的深处，一根根细长的长藤在迅速的收缩，长藤上有一蔓叶，蔓叶上正卷着断指和空间戒指，并且长藤上还带着一个手镯，正是藏有巴巴塔智能的手镯。巴巴塔发散出辐射周围20公里的信号，瞬间接驳上宇宙飞船辐射10万公里的信号。罗峰，罗峰，收到，收到。罗峰正站在宇宙飞船中，三长藤分别猎手三小队队长全部成功。很好，继续对付那大队伍。罗峰说道。好的，不过那大队伍很有可能有精密的探测仪器，他们就是用的精密的仪器探测雷霆石，那种仪器会发现魔云藤的。巴巴塔说道。如果我发现那些探测仪器信号，我会选择停止狩猎。可以，狩猎要以魔云藤不被其他队伍发现为前提，保证它的隐秘性。罗峰道。好，那我继续了。巴巴塔断绝通讯。此次狩猎主要就是靠魔云藤，魔云藤潜入地底不断前进，而巴巴塔也是和魔云藤一起出发，负责当向导。以巴巴塔的探测仔细程度，自然无比的精准，而魔云藤的实力还真的不惧怕任何队伍。说吞噬星空第六篇第42章，一个半月的杀戮。魔云藤体型够大，且细胞活性很强，就算是被雷射枪、轨道炮轰击轰掉一段，依旧能长出来。所以在这界中界中，宇宙级二界的魔云藤还真是无敌了。距离那16300名队伍足有上万公里外，一艘宇宙飞船停在草原上。飞船的控制室内，一根长藤进入舱门，一直延伸到控制室。魔云，罗峰轻易摸了摸魔云藤。成功猎杀9名队长，获得12个空间储存器物。声音在控制室内响起，同时那长藤上的一卷起的蔓叶展开，顿时6个空间戒指、4个空间手镯，还有2个空间腰带都掉落在控制室的合金地板上，发出金属撞击声。那大队核心有精密探测仪器，所以只能猎杀这5大队分散在周边的9支1000人队的队长。辛苦了，罗峰微笑。雷神更是蹲下去拨弄那空间储存的器物。我继续了。长藤迅速收缩离开宇宙飞船，而后朝另外一个队伍前进。看看有多少雷霆石啊，雷神急不可耐，双眸放光。我来看看。罗峰笑着蹲下，拿起一枚空间戒指，不由露出喜色，笑道，连宇宙晶都有一大堆呀。罗峰三人检查财物进行归类，而魔云藤在巴巴塔的指引下继续着狩猎。罗峰的狩猎一开始只是在边缘地带，所以对界中界的200万大军没造成多大影响，毕竟很多大部队都在朝核心地带集中。核心地带联军人群中最是豪奢的大帐内，九皇子殿下布罗林正盘膝闭眼静坐在那儿，忽然帐外进来一人，正是布罗林麾下的8名保镖之一。殿下，保镖恭敬单膝跪地。嗯，布罗林睁开眼，看到保镖冷冷道，什么事？殿下，第四大队刚刚遭到一次阻击，并且在逃亡中也遭到追杀。第四大队原本3万人马，现在活着的仅剩下不足1万人，而且逃亡过程中这些幸存的队员还分散了。保镖额头满是汗珠，布罗林双眸掠过一道厉芒，死死盯着麾下的保镖说道，你说第四大队只剩下不足1万人？是的，就是刚刚发生的事。保镖恭敬道。布罗林的8大保镖中，其中7个保镖是分别遥控联系7个大队，而布罗林本人则是悠闲坐镇联军之中。把详细情况都给我说清楚。布罗林的声音冰寒。第四大队按照殿下您的吩咐驻扎在那沼泽一带，也准备劫掠过往的其他队伍，可就是在今夜，就是在刚才，有3支强大的队伍从3个方向围攻第四大队。这3支队伍也有雷射枪，而且他们的兵力上占有很大优势，加上第四大队措手不及，
一下子被杀得乱掉了。第四大队当场死伤三分之一，而后四散逃跑。在逃跑的过程中，剑中其他队伍出现，也落井下石追杀我们的人，并且第四大队现在幸存者不足10000人。保镖连道，现在第四大队幸存的各个小股人马正在迅速的朝核心地带赶。波罗林沉默许久。围攻第四大队的三支队伍一共有多少人？波罗林问道。至少得有60000人。保镖道，你先下去吧。波罗林一挥手，保镖连忙的退下。大帐内只剩下波罗林一人。波罗林眯着眼思索道，喃喃的说，60000人，界中界的雷霆石差不多都被挖光了，这大战就立即起来，比我预料的还要快，而且一下子有60000人的联合队伍出现，看来其他各方都不傻。波罗林控制超过22万人，其他各方还一盘散沙的话，那就太便宜波罗林了。须知各个大队的背后，那是界主的存在，一位位伟大的界主彼此有的是朋友，有的是在同一组织，这种关键时刻他们命令麾下队伍联手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战争开始了吗？布罗林舔舐了一下嘴唇，双眸中有着疯狂之色。那就来吧。虚拟宇宙黑龙山岛屿一栋2层幽静小楼的庭院中，猿人查克托坐在椅子上，他面前浮现着两个屏幕上都有一人。查克托大人，这次真是痛快，布罗林麾下的那支大队一下子就被我们灭了大半，相信那布罗林一定气得冒火。屏幕上二人都说着，猿人查克托朗声笑道，两位，这次是我们的第一次袭击，那布罗林控制的人马可远远比我们多，他们吃了一次亏，一定会变得更加谨慎。不过他锋芒毕露，现在各方都把他当成对手，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对，他一个皇子也敢跟我们争，这次我们就得狠狠地教训他一顿，让他知道我们也不是好惹的。你们两方也要小心，那波罗林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战争就这么突然的开始了。在之前挖掘雷霆石的时候，一些超大的队伍都有节制的避免对战，可是自从三支队伍联手进攻布罗林麾下的第四大队后，整个界中界一下子变得血腥起来。各个大队或者独自为战，或者是几个大队联合，甚至于还形成了超过10万人马的联合军队。一场场大型的战争在界中界爆发了。原力远程攻击，轰隆隆隆隆隆隆隆，一道道刺眼的各种色彩的原力流光，超过1000道流光，从一方军队阵营破空射向另外一方的军队。恒星级九界的原力离体攻击，如果有10000道原力汇聚，那威力丝毫不亚于 C2 C3 级别的雷射炮。第二分队，噗噗噗，一件件念力兵器聚集在一起，就仿佛一群鱼儿，宛如是被一个人指挥，上千件念力兵器合力攻击某一点，而后集体划过一条弧线，又攻击另外一点。精英士兵，这些恒星级九界都是黑龙山星域最庞大的势力，2大圣地、4大组织派出的精英士兵，论合击都非常的擅长。一时间，界中界那纵横10000公里的浩瀚大地上，战斗处处鲜血洒满各地。沼泽中，一艘宇宙飞船停在沼泽内，而宇宙飞船的控制室中，罗峰四人都在那检查空间储物的器物。哈哈，一下子收获多起来了。雷神大笑道，之前挖雷霆石，各个大队的探测仪器都时刻开着，现在挖掘结束，各方开始战斗，军队和军队战斗，这种仪器当然没什么用。罗峰一笑，他们的仪器关闭，魔云腾反而能够对大队长下手了。一支大队的宝物90%都在大队长的手里，所以说罗峰他们之前虽然杀死不少千人队的队长，可收获还真的赶不上杀死一个大队长的。我们有多少雷霆石了？红说道。雷霆石近61万颗，
从那大队长的空间戒指中得到他兑换的三件宝物，这三件宝物价值近80万颗雷霆石。罗峰笑道：“还是狩猎大队长比较划算。”界中界中，200万大军在彼此杀戮着，各种阴谋诡计在进行。因为可以通过虚拟网络联系，所以各支队伍可以悄悄的联盟，昏天暗地。而那些队伍背后的界主当然不会放弃夺宝，就着拼掉那万人的队伍，只要能获得一件宝物都是赚的。因为有界主的命令，这令战争无比的血腥。横行级九界武者精神念师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炮灰了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巴巴塔配合魔云腾进行一个个的偷袭。刚开始偷袭时，界中各个队伍还没清醒，毕竟各个队伍之间并没有多大的联系。可是随着偷袭大队长人数的增加，须知整个界中界一共才多少个大队，每个大队最起码也都是上万人。当偷袭弄死第六个大队长的时候，遥控指挥的界主们下达命令，界中应该有一位宇宙级的精神念师，他的念力兵器擅长钻地，他钻地偷袭杀死一名又一名的大队长，各个队伍务必小心。随着界主们的提示，各个大队当然变得非常小心，这令罗峰的狩猎效率立即大降。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，界中界的战争持续了大概一个半月，从一开始近200万人马杀到最后只剩下近60万人。须知在核心地带，那可是有20万联军部参战的，也就是说真正战斗的180万人死了只剩下不足40万人，可见其惨烈啊。茂密的森林中，一艘宇宙飞船停在其中控制室内。结束了，战斗结束了，罗峰感慨一声，摸了摸旁边的魔云腾。魔云腾得意扭曲了他的藤蔓身体，而后扑的一声融入罗峰皮肤中形成战衣。虽然就弄死六个大队长，后来各个大队都小心，不过收入还是不错的。雷神得意道，红也忍不住笑了。罗峰不由抚摸了自己的手指，空间戒指正融入皮肤中。一个半月，这一个半月的收获的确非常大，宝物9件，雷霆石908万颗。罗峰露出笑容，看向雷神红，大哥二哥，我们也该回归前往联军驻地，这雷霆石必须去那儿才能兑换宝物啊。